哎，各位请看一下哦，我们这只母羊的后面哦，还拖着它的脐带，它的脐带还没有完全的脱离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刚生，刚生，所以早上我们来并没有看到啊。对，刚生出来没多久啊，连小羊的身上都还有血丝，对不对？对吧，对吧，哦。嗯。